二，请开始。两个新男。老虎会吃虫吗？
后我那里吃虫，你看过老鼠，老鼠是吃肉，老虎吃虫吗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，请问老虎会吃虫吗？这是我不知道的啦。请问虫，那个肉够吃吗？我不知道，那个尺寸够吃吗？牙缝，它是牙线吗？老虎，好了，它是大虫，我们已经赢了，来。好，可以开了。9 9 7 9 7，要不要戴口罩？10 10 10，几什么十啊？落地下十。耶！怎么可能？你棒打老虎啊！棒打老虎，鸡吃虫。Colly， Colly 冲啊 ！Colly， 你怎么变成这样？对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虫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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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来喽！棒打老虎，鸡吃虫。哎呦，又赢了！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先过来，飞我。第几个字啊？三个字。文火。金靖，金靖，一起加入好了。飞我。金，三根四啊。等一下，先帮我拿着。哦，永稳。你不要吵，你哪一组的？忍不住就想猜。第二个字是马，第三个字，
鸡马鸡马鸡马鸡插马鸡，手势真的有差哎、欸，那个肢体语言有差，那要找爸爸。他想办法扭身过去找爸爸。这是第几只？这是第几只啊？第四个是马鸡神。